昨天的哎，小峰哦！哎，小峰，他把东西随着你年纪的增长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越来越久。哇！这个很多时间会被扣在哪个地方？我觉得音乐是。偶尔还要打扫，我会不能带。因为是打扫，因为收工就是打扫，而且他要运动嘛，他要运动，运动到他脚还软。就是那种CP值比较高，做多少是挣多少钱，就是要自己经营一下。但最重要的是在大一的时候，就是在大一刚刚开始，什么？然后就你去天天去高铁人就没有上去了，那多少也多少。而且干嘛跟不关系？这个就不好多人啊，还有冬粉。我要刚刚考。而且要求很高。不是物理系，就是要太高的要求。再开了就进去了，那个厕所了，长得不像吗？我的汤匙，啊，汤匙掉。
来帮你猜吧。好，这个。虾子，长镜头，虾子，冬粉。怎么了？
优雅。加那个猪排，猪排豆腐锅。好了，安静了。